你是谁？我是不想干出去了，离不带我。下次别动我家里，我是真的嫌弃离不带我。妈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让你在这个社会上看到什么是社会。来哟，怎么来做人，怎么来赚钱？我是阿里姐。阿公噻，你想有房子？那些不用钱啊，我把老家的房子买了，我赔的。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。你花了好多钱？你们房子买了买哪些？等妈妈上了钟，都能挣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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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来自哪里啊？河南许昌。黑龙江人。重庆的，重庆的。我们走的是条什么路啊？发财之路。已经穿墙了，穿墙。我怎么高兴？我怎么愿意？我来是在救你啊了呀。你现在跟他们说，这一切都是骗局，他们会信吗？妈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傻。我去抓我妹妹，找我妹妹。就是法律这个东西啊，它能解决社会的漏洞，但解决不了人性的漏洞。一些人赢了，一些人背了一身的债。放心吧。